妈，中午我就不回来吃饭了，你搁家好好吃饭。哦，哎，你看我这手机是咋弄的？你来给我看看。妈，早说给你换手机了，这有的按键都不好使了。要你看你有事多，这使劲干不就好了吗？好。妈，我先走了啊。路慢点。好。淑珍，咱走吧。你这听啥呀？我给鸡蛋，中午凑合凑合。哎呀，我的娘！你瞧你生的，多委屈！趁吃好嘞，来给我鸡蛋要吃的。呜呼！嫂子，嫂子在家没？阿妹来了。哎，俺大娘危急了。哎，嫂子就给你干活去了，啥事啊？哎呀，那行，本来想叫俺嫂子去帮帮忙的，地里的活忙不过来了。没事，我去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值当人。哎呀，别耽误了。那行，俺大娘麻烦了啊。没事，你偷着走，我马上就去。好。哟，俺婶转了。嗯，来，阿伯来吃瓜子来。我不吃。阿伯，你叫这个老妈子去，她身体不好，要是再出个啥事，叫婶去，婶身体好。俺婶，你嗑瓜子吗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娘！青年，以后这活不能接了，太失望了。哥吧，淑珍，哥的多，挣的多。好吧。哟，这官呀，娘俩都出来干活挣钱，那边还能落着好？阿婶，你说这话啥意思呀？啥意思？你搁这干的活挣着钱，人家阿伯也上你家找你干活，你老婆子害怕得罪他，他去了，平时不是这个疼就是那个疼的，该巴结的人他一个也不少。阿婶，都是邻居嘞，互相帮忙，你想干也可以干呀。我才不干嘞，我哪能抢你娘两个的活？阿婶，你啥意思啊？是不是想斗架了？来吧，比划比划。哼，我不跟你小孩一般见识。青宁，别理他，咱挣咱的钱。好。青宁，还是咱俩干得快，我都觉得没干多少了，快干完了。是的，淑珍，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下回有话我还叫你啊。好。你好，老板，有没有老年机，耐用一点的？有啊，这一款屏幕大，按键大，电池也耐用。老板，这款多少钱？这款300。能不能便宜点？你真心要的话，给你260好了。行，那我就要这一款。行，那我给你装起来。慢走。好。老板，你要给好些宝贝饭盒。有的，阿姨能走到最里边那根柱子右转。好，谢谢你了啊。嗯，没事。妈，妈，咱俩上哪去了呀？嗯，阿姨你慢走啊。谢谢你了。嗯。
妈，你上哪去了？到现在才回来？你上机去了？我们吃饭吧。妈，你今天是不是去上阿北那给他干活去了？你咋知道嘞？俺张婶婶说的。妈，你可是累着了，吃完饭我给你撵撵。没事，歇完就好了。俺老娘，嫂子，吃饭呢。阿北来了，来就来了，给俺东西都上。你说你干一天活，工钱也不要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啥工钱不工钱的，我一个老妈的没干多少活，就算锻炼身体了。俺大娘瞧你说的，尽管少你一双手咱都干不完。走，你先吃，我得走了啊。慢走啊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妈，你猜我今天挣了多少钱？挣了多少钱？240，我干活快，拿的最多。要是天天有这活就好了。哎，对了妈，我给你买了个手机，屏幕大，按键也大。你买了哪？我那还能用嘞。可是白干一天。妈，你那手机都用多长时间了？按键都坏了，该换了。现在天天找不着你。找我呢？只要你回来，我啥子都搁家。我给你买的饭盒，以后干活你带着，别为了挣的钱把身体搞坏了。妈，傻孩子，你们吃饭吧。妈，你尝我做这个生菜可好吃？你先吃，妈凉了。好。